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仙馆》您是主管阶级吗？还是我们一般这个同仁的这样的一个员工的阶级呢？我想都蛮重要的这个场合啊，大概大家参与的次数啊蛮多，就是开会。开会的时候，如果有人上去报告啊，报告的并不是抓到他重点的时候，这个老板呢可能会发飙。这个发飙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大家都是噤若寒蝉呢，不敢这个声援他，也怕一起啊，万一被修理啊，这个不好啊。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最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替他解围吗？是用什么方法？帮老板量一下血压。帮老板量一下血压是最好解围的方法。为什么？这时候你发现老板血压飙高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好，那老板血压飙高，他就知道这个问题出现了，他怕万一等一下在开会中发生中风啊，这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未来啊。所以啊，是不是他就会考虑到后续的治疗？那后续该怎么治疗？我们待会跟大家谈了，可能大家会想到，那是不是给老板降血压的药吃啊？赶快让他血压从云顶啊回到人间来，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待会跟大家报告。不过提到这个血压的点呢、我们可能要看的事情蛮多的。不过我们先看画作的一个点呢、这个是梵谷的画作，梵谷画了很多他自画像，不过从他自画像我们就可以读出啊，事实上是蛮忧郁悲惨的、辛苦辛劳的一生啊。这是他几岁？不是六十几岁，他只活了37岁，这个情形，他是34岁的一个画作，34岁的自画像，34岁这么老，是啊，是生活重担，心情上又有疾病等等的影响，让他这个脸上啊已经透露出啊，真的是那么深刻的人生的印记啊。然后这个画作上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一幅画，大概就直接会先被这个眼神啊吸引住啊。你看这个眼神也不是说那么样的一个发亮的状况，但是那种好像深水，好像这个黑洞一样，吸尽了世间的那样的一个沧桑啊、悲苦啊。哇，虽然是蓝的，也是清澈的，可是竟然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受尽历经沧桑一眼球的那样画得那么深刻，实在是不容易啊，梵谷的功力啊。然后可以看到他嘴唇，整个嘴巴是抿着这个嘴巴，好像没办法展露出那个微笑曲线出来啊，所以跟着当然了，就跟这个眼球做互相的辉映啊。他比较特别的，在这一幅自画像里面，我们再跟他另外这个后期啊，这是37岁的自画像，这已经是要快要发疯那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做一个对照的时候，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异啊。大家看到它背景，我们先不看这个描绘主体的部分，我们先看背景啊。这个背景啊，你看这是漩涡啊，有很多的线条，漩涡状的。这个呢不是，这是一点一点的，这是一点一点的。这个在梵谷的画作里面也并不是太常见的、一点一点的这样子啊。包括他的衣领啊、衣服也都是，脸上也都是有一点一点的组合来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全貌出来。这到底是为什么画风会这么大改变？这就是因为当时的一个环境啊，他受到他本身的画作的风格也受到当代画家的影响。这是当代一个画家叫秀拉，这位画家他是点描画，意思就是说当时的科学已经进步，知道颜色啊，事实上我们这个感受到的颜色，事实上都是透过三原色这样子，在视网膜上面然后在大脑里面做一些组合以后，就可以呈现出这样的五彩缤纷出来。所以基本上还是三原色而已啊。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画作的颜料上面几个基本的原料把它点在一起，然后整个的一个图形啊，近看来是这样子，可是远看你就可以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从物理的原理啊运用到这个画作上面来。所以在他
当时啊，他的影响也影响到梵谷，所以梵谷用这样的一个画作来呈现出，当时啊整体的一个状况，包括他内心的呈现在外表上面的那样的一个刻画。好，我们就看得到这个点描画点。这个点描画，我们跟刚刚那个血压也有关系啊。血压的点、跟线、跟面、跟整个画作的一个状况，这就是好像生命中人生的一个景一样。跟这个血压中的某一点，到底怎么样的一个呼应啊？这个还是需要跟观众朋友大家提醒血压的这个状况啊。最好高血压，大家会想到的症状就是头晕啊、头痛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啊。答案是不是呢？绝大多数高血压是没有症状的，不是说头痛是高血压，头痛很少是因为高血压引起来，头痛大部分都是这个头旁边的肌肉它收缩久了所引起来的头痛，这个占的比例比较高啊。头晕绝大多数是贫血所造成的问题比较大，所以啊，这个高血压这个状况啊，绝大多数是没有症状，而它的一个盛行率啊，可能大家也并不是了解它的严重度竟然这么高啊。18岁以上的人口里面有1/10有高血压，40岁以上有1/5有高血压，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状况。那然后呢，这些有高血压的病人里面有1/3到2/2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意思就是说根本就没症状，所以当然他无从了解。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量血压，这个很重要。而血压这是什么东西啊？事实上它就是血液往前冲的、往前流的动力啊。没有这个压力，一团死水、一潭静水、死水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怎么可能形成河流去灌溉、去滋润底下这个的土地呢？不可能。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有这个动能往底下去，或者像这个高压电啊，或者是水管啊，透过电线、透过水管啊，那透过电压、透过水压，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电、这个水送到各家这个家家户户去啊。但是这个电压在这个稳定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它都是稳定的，但是在某一些地方啊，它可能晚上啊，或者是某些状况，它是电压就比较不稳定，或者是水压就不稳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在比较末端的用户的时候，它水流量就会变小，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供应的状况跟它的一个压力是有关系的。当然越稳定是越好，但是是不是能够永远恒定呢？这要看位置啊。譬如说我们血压怎么产生出来，还是靠心脏这个地方，心脏这样的一个用力打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个就会到主动脉去，主动脉它很有弹性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会把这样的一个力道持续不断的扩散，影响到全身各地方来，所以各个地方它就有不同的一个血压会去呈现。所以这个血压值不是说表示啊身上所有的地方都是一定的，或者是说所有的时间都是一定的，譬如说这是我们心脏里面跟主动脉的血压，它就有一个差距。那就算是我们固定量在手臂这个地方的血压，也有这样的一个波动。所以即使是一般的人，他在不同的状况、不同的时间的时候，这个血压是波动的，不是是一条直线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譬如说有一位年轻人啊，我们给他量血压，这个血压可以用听诊器啊听到这样的声音啊，开始跳动的一个声音跟听不到的一个声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记录下来，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他的血压，结果他的血压是129/71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我们再给他看看，他如果在走动的一个状况之下再给他量血压的时候，他的血压变成152/76，走动就可以129增加将近20-30的一个状况。如果他在做运动的时候，譬如说这是运动心电图的时候，那么他血压可以再飙到165/56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血压随着我们的一个状况啊，会发生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了。好，回到原来这个状况，这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不是叫老板吃降血压的药，叫老板会暂时不要开了，心情平静下来，这血压自然就稳定下来。如果吃降血压的药，高高低低、忽高忽低的血压反倒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
看看这个血压还是少开一点会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